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，同时亦都系属于 Jenny 李杏儿嘅，恭喜你！多谢。我肯定呢一隻呢個獎啊，就係你第一次攞噶，係咪啊？最優秀流行女歌手獎，係你第一次攞嘅。啊，多謝天兒，多謝 Alex， 多謝香港電台，多謝我嘅唱片公司 EG， 真係好多謝 EG 嘅每一位嘅同事，我哋真係一齊經歷咗好多嘢，同埋佢哋幫我完成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願望。咁我哋會繼續加油，會繼續去做多啲好嘅音樂。最緊要就係我希望可以透過我嘅音樂去俾呢個城市更多愛、更多希望、更多嘅正能量。多謝我嘅幸運兒，我嘅 fans， 好多謝你哋，我會繼續加油噶。恭喜曬 Jenny， 你嘅努力咧，我哋係有目共睹噶嚇。咁我知道你一陣間要又跳又唱呢個獎，我幫你 keep 住先係嘛？好嘛 ？OK， 好，我哋 keep 住先。好咁啊！俾多啲掌聲，我哋嘅最優秀流行女歌手啦！多謝大家，多謝請我嘅 dancer 出嚟。將台交俾 Jenny 李杏兒。要有超越信魔，你只可以飛。不用愛你，但你講下，想追阻得到你嗎？